Hello， 大家好，这就是咱们八公救助站，这边呢，这是我们做了一个猫的区域，然后呢，在这边是咱们做了一个小狗的区域，这是比较小啊，跟比较温和的狗在这个方向。那像这边呢，就是一个中狗的区域。这样呢，中型狗啊，跟大型狗还有小型狗，我们给它分开，分开之后呢，它就避免这个大狗欺负小狗的问题。那就是我们做的一个大狗的区域，比较凶一些呀、这个厉害一点的狗在这边。咱们救助站呢成立是2018年，是成立到现在呢也是好多年头了，大概累计救助也有现在有700多吧，有700多个狗，但是呢我们领养出去了400多只，现在可能还剩下能有200只左右了。希望社会各界呢能关爱一下流浪动物，能碰到这个在路上碰到这个猫狗的同时啊，您可以给它一碗水，给它一口食物，能让更多的动物有一个安身之所吧。也希望更多的人呢可以领养代替买卖，到咱们救助站来领养它们。谢谢大家。好的，好好。